各位观众朋友好，我是明讲居士，今天又在这边跟各位观众朋友见面了哈。那我现在解析观众朋友的来信，专月珠，是1955年，这是44年，是已经是67岁了，连阴辰已经有了哈。是乙未年，属羊的女。是就叫牧羊了啊，牧羊。对，庄小姐来看，因为67岁应该是已婚的了哈、哦，然后她没有讲，我想是应该是已婚的。这她的名字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？重点在第三个字啊，王、牛、羊、猪啊，这三个生肖啊，你要为王为大。可以放供桌上面，上了供桌了，你最大，所以你人家都来拜你哦，你是有王格了。可是对于他本身来讲，对这个羊来讲，牺牲了，没了自己了。所以，因为你是67岁已婚了，假设年龄小一点，我还建议，如果你不改名字，这个猪一用下去啊。反而辛苦了，变成属于未婚的格局。未婚你不会讲，不会感觉那么苦，因为你一结婚了，这个字力量一出来了，代表财就出问题了。如果是你未婚，这个前面这个几个算是还不错啊，算还不错，但那个月本身是算是孤独了，情路不好走了啊，就是。未婚之前好像还可以，一结婚了，夫妻的感情啊出问题，然后又没办法长相厮守，所以变成这种格局。你唯一的按照这个饮食学来看，你是一个很有爱心一个人，爱心无限，而且都凡事为人家想，因为为王牺牲了嘛，是吧？做事啊，你也很积极的做，又猪算火。木来生火，所以你很会找事做，没事做你还很难过。而这个其实对于你的身体来讲，爱心无限，又爱做，对你反而是好事，因为你这种人不可以休息，一休息的话，浑身毛病就出来了。假设你未婚，刚才提到，假设你未婚的话，你自己赚自己用，不需要存钱，因为存不住钱。存的钱如果有机会买房子倒是还可以，要现在我不讲那个，是讲因为你是已婚67岁了，年龄层其实已经走到这边了，所以在61岁开始哈，你又觉得啊人生还不错，因为羊这是属灌木，这也是木，然后羊是吃草的，这是有草，所以在61岁以后，在跟60岁以前完全格局有点变了。这变呢，你会觉得安之若饴，好像有什么事情想得更开了，但是可是劳碌的格局依然存在。这种名字哈，唯一的是建议，虽然67岁了，还是要做做事，不做事，你坐在那边电视前面看电视的话，你身体会浑身是病哦。这不是算一个好的名字啊，不过年龄层已经到这个地方了，看开一点了，没问题，好吧啊。这一个先生姓刘，勇，勇于的勇，清水的清，哦，他是不是先生了，是小姐，刘勇清。现在啊，这是我们讲这个社会的一个形态是什么。女人很喜欢用男名，而且都有这个不同的味道，而且不会让人家看不起。可是呢，事实上这是个很错误的一个想法。我待会来解析哈。庚辰年，女，22岁，已经走了这个字了。如果说这个名字是男性名字啊，非常好。除了大姓稍微差一点以外，这两个字就非常好，因为庚属金，勇是出头又加上水，龙可以出头，金又来生水，
然后是龙可以为王，然后得日月双珠，水又代表老鼠，老鼠跟龙又走三合，所以如果是男生的名字哦，这个名字就非常棒。唯一不好是卯金刀的里面有个兔子，玉兔玉龙与你去，兔子就龙会躲掉，所以代表的话，他的思维，今天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咯，因为姓刘，他的思维天马行空，就说别人想不到，他都想得到，而且不该想的也想得到，所以他这个名字，重点是大姓不管好与不好，已经不影响你是前世之因，所以20岁以前都已经格局是定了。可是这个字一用下来啊，男女人难明啊，怎么样？操劳一生啊，劳碌啊，是个劳碌的格局啊，而且是劳心又劳力，人是以什么事情不该你想你也想，那正好也符合你的大姓的格局，想多了结果好处呢，因为既然是劳，所以感觉上你有钱，而且感觉上你好像事情还不错，收藏品也蛮好，可是那个劳碌是说你好像永远不知足，永远觉得我还可以求得更多，可是永远得不到，因为你的格局是属于劳碌的格局，所以这种名字啊，可惜了，这不是女人可以用的名字，这是男人用的名字。那女人男名操劳一生，反过来这格局是男人的名字的话，哦，也算是什么，人缘很好，事业有成，妻数很强，子女都不错。那整个我可以讲这个名字就是已经算是真的还是从80-90分以上的名字了。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名字哈，男女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他的格局就差很多哈。再来我因为还有时间，我再来讲一个名字，他姓金啊，叫金建峰啊，这个名字比较是2021年的才生的哦，才生的哦，这小朋友很好，这个名字对，因为今年是辛丑年，金啊有个鸡，对不对？再加那个蛇，这三个什么成三合啊？所以这个名字对这小朋友不错。这边有金，这是一个朝稻草堆积，这边一个屋檐。这边又是蛇，这边又是客户，说这个名字对这个礼物不错，可是他讲他妈妈的名字生肖是甲戌年的，哦，那就问题一堆了，那就问题一堆了，因为戌是土中藏金，可是金本身有鸡，金鸡玉犬类双流，代表财没有了。然后呢，蛇跟这个五行来讲，火生土，可是火克金，又克掉了。所以这小孩生下来啊，怎么讲呢？金家的妈妈很辛苦，金家的爸爸呢，会跟他就是母这个那个夫妻之间啊，吵没完。互相生怄气，而钱财又没有归库，所以你看一个名字对小孩子很好啊，所以我是建议哈，我们在外头看，不管是哪一门派了，你自己觉得你学的蛮多的，而且蛮清楚的，可是我的建议比较重要的一个名字，还有生小孩的这个时候，它影响的层面影响很大，你不能够随便就说哎，我就听老师讲这个，我就用这个。这用错了，这完全用错了。比如说，小孩子如果身体很好，妈妈就赚不到钱。妈妈如果有哎，只要莫名其妙有钱，要钱拿进来，小孩就生病，反而生病哦。所以这个名字，我是不是讲吧？小孩出生6岁以前，包括怀孕5个月，他的名字还没有出来就已经。
冥冥中已经注定了这对夫妻好不好相处，感情好不好，有没有容易存到钱，会不会发财，甚至有没有办法买到房子。唯一的他今天这个风用的还好，便是阳边还好，可能可以买到房子而已，别的通通没有了。所以我就这种名字不是在新生儿的取名的原则下，这个名字不适合，好吧？ OK，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好，再见。